我们现在去试妆。早上好 ，everybody。我现在要去活动了，9点，动车要1小时。那我们现在苏州，苏州是一个特别阳光，就是个阳光的城市。吃完饭之后去河边散散步，然后气候也好。但是今天属实就是有点热。下雨了，下雨是好事啊，因为遇水则发。